在台中车站去东海大学300的话，在这里，309的话也是可以，310也是可以。我们刚刚就 miss 了一辆300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。来啦，走吧，就是这辆。OK， 我们上车。现在来到东海大学了。哦，终于来到了。好，我们几经波折，终于来到了这里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还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来这个东海大学，因为从台中那边过来也要一段路程，而且也很累啊。结果我们还是大巴士过来了，因为我们还是找到一个巴士。哇，这里这样走下去就宿舍了是吗？那外面他们有在晒衣服哦，学生宿舍。哇，这个大学非常多树，绿色环境，在这样的环境下读大学应该永远都不想毕业吧，永远一直在重考。哇，这个在大学里面很重要，不然会迷路。好，这个路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非常多啦。我们现在就要走去那个教堂。你现在来这里干嘛，帅哥？我们特地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找那个教堂拍照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，那教堂它是在装修啦。嗯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要过来干嘛，但是我们看到身后很多人在穿毕业袍拍照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到处乱走一下，我们等下也过去看一下可不可以拍啦。嗯，反正拍他装修样子也很难得啊，对不对？是另类的拍照。好，就到这里。哦，所以在装修就是这样，不能走靠近了，整个地方都围起来。我们来到这里，刚好他们很多人在拍毕业照哦，超多人了。走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嗯，哇，现在我们身后很多人就在拍毕业照，也算另外一个打卡点吧。反正本来要拍教堂，拍不到，拍他们毕业。祝大家毕业快乐！我们的打卡点竟然在装修，那就没有东西拍了。啊，听说这个教堂已经在装修一年多了，到今年年底才会好，所以现在是没办法去拍照打卡，我们只能够拍外面了。很多狗哎，那么多狗啊这里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台中的新乌热车站，从这边搭高铁回台北。对，大概是一种，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车站也是遇到天使啊，感觉还好有遇到天使，问到对的人，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人啊，我们本来是要 skip 了一些火车，要 miss 掉了，然后上帝派天使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等的那辆火车是错的， oh, no. 要他的火车是另外一辆已经到了的火车，所以我们就赶快上火车，所以还好有这个天使跟我们讲。真的很谢谢他，没有拍到他的照片，但是有拍到他的背影，所以还好我们没有 miss 掉那个火车，不然我们要等一个40分钟或者半小时，这样就很浪费时间。所以现在我们从新乌热踏高铁回去台北。我们现在在高铁上面，回程我们买了一个自由座的话，就是第10到第12的这个车厢，你看到有位置坐就可以了，没有限定。
也不限班次，你要上哪一辆班次的火车都可以。对，是现在六点的也可以，六点半的也可以。总之你上了在第十到第十二车厢，你就可以自由坐，就没有一个号码给你。那么补充一点，自由坐有自由坐的好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是像阿哥这样比较 handsome 的，你就买自由座，然后你就看自由座十到十二车厢里面，你看，你想要跟谁坐，你就可以跟谁坐。closing， 我们先去台北。自由座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。上台北的下生活呢，也是很期待，也是很期待。你 ready 啊？今晚要 high 哦，要 high 要 wet 啊。OK， 这样我们去 ，Let's go 去台北 ，Let's go 。好多人，我们现在踏回去西门，要用蓝色的这个板蓝线，超多人的，走着去 Francis 的酒店。在小路，再转小路，这已经是小路了，然后再转这个小路，哇，高了！看到笑得这么开心，一定是安排妥当了。哇塞，高了，来行了。好塞啊！这酒店看起来像按摩酒店啊。哇，这次真的是高了了，酒店下面就是按摩了。去看看房间现在怎样。房间每一次上去的时候都要滴一下。好，开房间啦，准备啊，开箱啊。看看这个酒店，八什么？八零六啊？应该比那天好一点啊。哎呀，我今天住我那天的那个。真的吗？八零六是不是？特别的装水哦，这个。去买啊。哇，滴滴啊！看起来就就底了。嗯。哎，它这是双人床。双人床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不错啊，还有沙发。还有一个厨。电视机。哎，有没有厕所？哦，有了。他们厕所都是这样的，不错。看吗？看完了，厕所是。看一下，开灯呀。哇、wow、哦 ，OK 啊，比那天好啊。不过我们这个店很搞笑，这个房间有一个店啊。哇，我看到这么入神，好拍啊！在那天在火车站遇到同一个人。那天我们在哪一个火车站啊？那个啊什么园？啊，建潭。眼镜哦，啊，继续，快点啊，看眼镜，快点。哥，快点哥，我们肚子饿了。哇！啊，去，快点给。怎么这么巧啊？哦。谢谢大家。遇到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乡，哇，在这边唱。他是沙巴人。哇，这个是当地人推荐的天天利卤肉饭，但是里面满了勾力。这边有豆花店。隔壁也可以坐啊。哦，隔壁也可以，有啦，有位置坐就吃啊，随便啦。来啦，卤肉饭，这什么呀？鱿鱼丝啊。哦，鱿鱼。哦。现在已经吃完了卤肉饭，但是你看到我们隔壁那间还在排队哦，所以我们决定了明天我们要去试一下，到底他为什么这么多间，他的是这么多人排这么多队，所以明天我们会一起去试一下他的卤肉饭跟他其他的菜，看有什么不一样。看这边有三间，好多间，就他的很多人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别的东西，有没有人要吃免费的？要吃免费的就要唱这首歌，来跳舞。
台湾的第二碗芋圆豆花，同一间店吃第二次啊，真的是无法抗拒。你刚才吃完了一个卤肉饭，然后你现在又吃得下这么大碗？想要来多一碗，还想要来多一碗啊？突然间又饿了。哦，又饿了，叫你去买哦。我看你今天吃到很快乐啊。对，还吃饱。来了这么多天，终于买了一份芝麻的，40元，40元大概就是6块钱啊，6块钱。不能这个吃了的话，第二天就要吃面包了。看起来是很好吃的。好吃哎。烤完鸡啊，对，这个骗我，很好，刚刚出来了，很好啊，哇。